呢啲沙茄夠近夠正，嗰邊個老闆多推 X 送噶。佢話第一批貨咧，呢品質好好，嚟緊第二批要 double 啊！個客係你揾翻嚟，功勞最大就係你。呢啲走走踢踢拋頭露面嘅嘢，冇理由要歡喜哥你親自出馬噶嘛？等我啲做細嘅搞咪得咯。你咁講，係咪想話歡喜哥淨係識點你做嘢啊？點會咧？大家坐埋同一條船就一家人，唔會計較嘅。聞唔聞到啊？我頂合你醋啊！我知道咧，下一批護照已經搞掂咗啦。之後個客嘅事你唔使理啦，等阿鼎去跟。啊，想當年我哋喺加茲薩克嗰陣時，成個國家得我哋幾個黃皮膚，大家爭啲餓死。如果唔係互相幫忙嘅，點會有今日咧？捱咁耐，捱到今日日子，唔使下下去到盡嘅。你買機票翻屋企，香港嘅嘢我哋會處理。富力哥，你要我走，你係咪以為我做錯事懷疑我啊？我哋燈火發誓，我冇做過。有，你有做過。如果你冇做過嘅，你老婆點會生啊？你老婆啱啱先啊生咗 BB， 你都好應該翻去做一個好老公、好爸爸。係嘅，啊，我醒起要買嘢俾我老婆啊！嚟緊我 BB 滿月，兩個準時到啊！呢條反骨仔，我睇死佢肯定會走。大家一場兄弟，俾次機會佢啦。啊，定啊，我同你賭一千蚊。Hello， 朱老闆，我有筆錢想匯出去，點啊？條件你咪同以前一樣先。OK， 我而家上緊嚟，上嚟慢慢傾啊。你真係令我好失望。富力哥，你放過我啊！我已經俾咗條生路你行噶啦，但你偏偏要揾翻條舊路行。歡喜哥同我輸到，賭你會唔會收手嚟開香港？我話梗係買你唔會走啊！結果你去輸一千蚊，我明知輸，我都買你會走。因為我想你突然間改變主意，為咗老婆，為咗仔女，你會收手？我會啊，富力哥，我唔敢噶啦！你睇在老婆同我 BB 份上，你放過我啊！我都經歷過，我都唔想見到人哋家破人亡。對唔住，富力哥，睇嚟你都係冇得救噶啦。代表 Doctor X 嚟嘅，我嚟咩？你嚟交收定嚟问嘢啊？攞嚟啦！唔啱数，一本18万，包欧盟签证，欧二十本都要360万，你数清楚啦。我一本要40万，点啊？反欧啊？坐地起价，知唔知规矩啊？我费事同你低级职员倾。你老细嚟啊！我老细就唔会见你。总之新规矩，40万一本，嫌贵唔好买。你嗰日唔摆低啲护照，边度都唔使去。
先見得你兩個玩得好開心啊！大家都係自己友嚟嘅。輝哥，點解你冇死到嘅？點啊？覺得好驚奇啊！全靠阿頂，我先執翻條命。你幫我扮死之後，我仲諗緊點樣著草。當時聯絡咗喺歐洲發展嘅好兄弟阿頂嚟接我，點知佢一嚟到香港揾我嗰陣，我炸死嗰件事黃咗。好在阿頂及時收買咗林希薇其中一名手下，喺處決我嗰陣時改用咗低火藥嘅子彈，子彈經過改裝，只會打入我身體，會流血，但係唔會死。潘利哥，我落咗地獄未啊？地獄仲邊敢收你啊？我為咗避開宋先生集團同埋其他殺手嘅追殺，我唯有一直扮死咯。不過佢哋喺世界各地好多耳目，我死過翻身都唔知幾多次，終於俾我揾到歐洲嘅小國卡斯薩克，跟住你開始做假護照生意，咁先至唔會餓死街頭。不過我做假護照咧係有原則嘅。我只是賣給那些被人追殺殺到走投無路的人，我有規矩，如果你是傷天害理奸人老掠的人，多多錢我都不會賣。但是之前跟我聯絡過阿 Lam， 他知道我們做人口販賣，為什麼會賣假護照給我們？他私底下答應了你這單生意，他破壞了我們的規矩，所以這次回來我要清洗門户。你殺咗佢，殺咗佢，殺咗佢咪益咗佢？我只係打跛佢嘅腳，等佢永遠都記住呢個教訓，唔好出去搞搞震。希望佢翻到老家，同佢老婆仔女好咁生活，安分守己咁做人啦。所以你又反我價，想騰牌，錢真係錯有錯著。我撞翻潘毅過嚟。一看你的樣子就知道十成十是混了入去人口販賣的集團裡面做卧底。你既然清理得門戶，你應該知道 Dr.X 做什麼生意，他利用你的假護照將人賣去其他地方買人，甚至是生湯活剝器官做移植。所以這批護照不可以拿在他手上。不得，這批護照一定要交到韓建義手上，因為他最近準備在香港舉行一次大型的手術，有很多外國的富豪名人就是等著這批護照來香港。如果沒有了批護照，我手術會 cancel， 我們部署這麼久的行動就會取消。意思就是我跟你繼續合作，等韓建義做手術那天你就出動一次過炒起他的集團。